双奥运怎么样？这么好看的鞋，我都不舍得花。奥运绝对够耐磨。是啊，就除了一如既往的耐磨和减震以外，我觉得舒适度也大大提升了不少，非常的喜欢。你觉得这道具怎么样？都是由安踏的 logo 演变来的。对，我觉得挺有创意的，然后可玩性也挺高的。走，一起试一试。大家都很想成招，但死磕一个招的坚持和韧劲，在我眼里更是一种成了。放胆去滑，滑就成了。